车辆慢看停，行人停看天。这就是跟咱讲，在路口的时阵，咱的汽车按钮行人优先通行，汽车车辆转弯停让，行人优先通行，汽机车不要闯红灯，不要红灯右转，行人要依规定行走人行穿越道，行人要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驶。二线警察局啊，配合交通部办理110年交通安全夜的先导，那我们提前来路口啊，做一个交通安全的先导啊，最主要先导的部分就提醒啊，这个行人啊行进入口要停看停，那行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，这一部分。另外我们在11号也开始啊执法的部分，那执法最主要是针对啊车不让行人，还有行人要依路权来行走，大概两项来啊积极来执法。能够哦，恁骑机车个路口时，有行人在穿越，麻烦请让他一下。啊，还有车辆转向，应让行人优先通行。啊，个车辆唔好抢红灯，红灯右转。哦，啊，个行人要依规定行走人行穿越道。哦，还有依标志标线指示行驶。车辆慢跨停，行人跨停跨停。哦，大家要注意。尽量路口时放慢速度，让行人先行。哦，安全第一，无安全，什么都卖讲。路口慢看停，行人停看停。